因为别人都觉得我太冷了，所以他们就叫我冰冰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应该很多男生看到你这样不太敢追你吧。对啊，因为我身高又高，对，然后就很有距离感。嗯，然后脸又臭。但怎么样都好，你千万不要说你是我的粉丝。没有，我是阿翔的粉丝。电视笑话冠军出来的。好对，来弄一个给他笑，没笑就戏啊。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汁。果汁。对。一棵树。一棵树，它这样活了超过1000年，大家会怎么称呼这棵树？哎呦，有你，有你，有你，电视笑话冠军，冠军，每次都危险。什么电视笑话冠军？我呸！好，下一位，哦，欢迎欢迎，头好痛，头好痛，还欢迎。有笑容，有笑容，哎呦，不要收，不要收。他的名字叫冰冰，为什么你这么冷酷的外表下还要再叫冰冰啊？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别人都觉得我太冷了，所以他们就叫我冰冰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应该很多男生看到你这样不太敢追你吧？对啊，因为我身高又高，对，然后就很有距离感，嗯，然后脸又臭。对，那你看一下你右手边那个是不是很矮？想出来了，但怎么样都好，你千万不要说你是我的粉丝。没有，我是阿翔的粉丝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一包该你哦，这一包该我。你们后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对不对？没有然后把自己整得很漂亮，整得像你们两个一样那么的美艳动人。然后整完型之后回家之后就敲门，叩叩叩，屈哥就应门了。屈哥说：“哎，你是谁啊？”然后那个 Vicky 姐说：“哈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不记得我了吗？”然后屈哥就说：“哦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，我老婆不在。”是啊，我是啊。再一个好不好？你上诉不成功就 double 处罚。哦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哦，糟糕，惨了， double 处罚。对，如果我没有上诉的话，就是就一次而已嘛。对，如果上诉的话，没有成功是 double 嘛。对，那我就一次就好了。一人一次哦，没不是只有一次哦，没关系，四哥，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个机会，怎么样？你们两个也讲一个。好啊，如果比他不好笑，你们两个就完。好，人家四哥。哎呦，那我刚那个标准应该蛮好过的啊。来，你预备去。来，好，我问你啦，嗯，有一只蜜蜂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哎，阿翔赢了，还没啦，他讲那么长，一只蜜蜂，它嗡嗡到超过一活到超过100岁，它会变什么？一只蜜蜂变什么？我知道，凋零蜂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这么笨的。我现在想到不行了。好，该你，该你，该你。一棵树，一棵树，它这样子，活了超过1000年。你不要把视线转开，你不要把视线转开。它活了超过1000年，然后大家会怎么称呼这棵树？是高龄树吗？不是，不是。答案是超龄老木。哎呦！你什么好高兴的？那这我们是连续剧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没有一个一个。对啊，你没过。你在那边插什么花？你没过。
对啦，你要连带处罚啊？对，这我们已经想的。没有，你再讲一个好了。上诉吗？你要上诉？我不要破你的梗，这样。对，好吧，快点。刚刚是被破梗，你。好，还有没有啊？我问你啦。嗯，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汁。果汁。对。比如说奇异果、胡萝卜汁，啊，这样七个字。嗯。啊，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汁。气氛冷。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有点尴尬。如果说胡萝卜、奇异果。还没呢，好，好，你不要一直加啦，世界上这样没完没了，对对对。那我问你啊，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汁有12个字，答案就是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一次啊，一次来，一次，哇！你让你的粉丝失望，这一段势力，这一段打得漂亮。那个小王，那个我的老公，这一段结束有没有？他们喜欢的人都会换人，你知道吗？冰冰来打，冰冰来打，哎呦，要那种力道要像这样的，你不要再弄断了啦！我要那么狠吗？不要，不要那么狠，这个。太轻松，吓你！冰上面都喜欢打，都打都笑了，难得啊，难得，难得哈，他不好意思，你要看着他的脸，你看着，你要 hold 住哦，你扶着他的肩膀，你看着他，你说，我要看着他，对，看着他，什么电视笑话冠军我呸，这样子，对，你要，这过分哎，来，你要讲这句，我才打得下去，什么电视笑话冠军我呸。不是，没短。冰冰从刚刚这样看下来，你的个性跟外表是不一样的哦。对啊，差蛮多的。你私底下应该是比较开朗一点哦。我比较傻大姐那一型的。是，应该是他很容易被逗，是对不对？笑点笑的时候就笑点超低的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大叔型的。大叔，大叔型的，会教我很多事情的，有深度的男生。你喜欢成熟的男人。那现场你选一个，常常让我们没机会。矮的可以吗？我们常说矮的，身高有限制吗？还是看哥？不好意思，完全不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对啊，直接略过，蛮有礼貌的，是有礼貌的，还可以 detail 一点，冰冰嘛 ，OK 嘛。请问一下，你单身多久？几个月？几个月啊？那上一次的这个离开的原因是？因为我要上台北工作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澎湖人。哎呦，我是澎湖澎湖美女哎！哇，厉害厉害！而且眼睛弯弯，那就澎湖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。他没有反应。哎呦，不要这样！刚刚比赛已经过了，比赛已经过了。笑点这么低的人都不会笑。